阿姨之前就好滿意佢收車啊，佢話係咩？我會收車。都有嘅，都有嘅，係啊，都係安全駕駛者。我哋滿意嘅呢度。係係係。佢你自己冇車牌？要講㗎？冇啊冇啊冇啊！係係。要換車牌？我會想考電單車。我覺得我的身高很高咧，同一個外國演員好似一個女演員，係啊，佢係神奇女俠嗰、那個，係啊，個身高啫，身高啫，個樣子我就希望係啦，可能可以越嚟越靚啦。咁佢就揸開電單車，咁就拍咗戲，我都好希望係可以揸電單車都拍到一部咁樣嘅電影。你屋企人同意你學電單車咧？我覺得唔俾咯。因為我一粒女咧，兩個阿哥，爹哋媽咪都應該好錫我，所以但我應該會瞞住佢咯。但係佢講咗出嚟，幫我剪咗佢。係，睇下啦，希望安全考到呢個牌啦。